本周综艺大本营超热门单元超级对嘴王出现史上最美最骗人的团体。首先告诉我，你们这一票里面最骚的是谁？应该大家都很骚吧，应该都比赢后面那些吧。哎呀，不骚！也有超活泼、超逗趣的对嘴表演，精彩程度百分百，错过可惜。所有精彩内容、最爆笑的单元，都在本周六晚间8点，曾国城、李可、宗康主持的《综艺大本营》。